小豪哥，那你最近身体到底如何？还好吗？好、哦，你看我都开心，都精神。甚、至有时候我都不敢在那个薄啊，哇！我看有时候是才61公斤耶。嗯，现在61哦。现在可能胖了一点了。在前几年隔离的时候，21天住那个酒店，东西不好吃，一天就要吃一晚上吃一顿饭，吃的很少，慢慢那个胃口就瘦了。瘦了多少？瘦了多少啊？我最重的时候是80公斤，嗯，就瘦了20公斤吧。现在几公斤？现在应该是63公斤到64公斤吧。哥，你好像之前香港也有写说你有怎么讲，头上有黑点，有剃光头。有我是收理头发的时候，那个理发师就说，哎，你头上有两块黑色的斑，去检查一下吧，两块黑斑，咁啊就去看医生，医生就话：哎，你把那个头发，把它那个黑斑的部分剃光，我剃全都剃光啦，就中间有个洞，有时候不好看。很多时候啊，有人说你有眼镜啊，眼镜是吧？眼镜对啊，剃光头啊，化疗啊，对啊，有时候我笑，真的要抽出来验。就是没事，很普通。现在没有了，现在剃光头都没看不到我的黑斑。嗯，那你有跟秋生哥报平安吗？他好像也很有，他有前阵子发那个短文问候我。有碰面吗？没有，不想见他。为什么？不是，很感动哎，很感动哎。他说他前一句就是。说我可能看不到这个讯息，这个发文那个那个，对啊，所有都很关心我，马上回他了。你们是什么时期的同学？我们是小学的同学。哇，但是中间都没有联络。有，当然有了，但是我们两个都不说出来嘛。我要认识谁，他也认识我，为什么认识？对，没有说出来。好像有合作过电影吗？没有，他变态的，不是他演都是变态戏。他的眼光，他的眼光，好似星星闪闪发光。心，没，我忘记了歌词。睇见，心慌慌，唔系当当。